的超商团购真是太强大了。家庭主妇分享超商购买清单，除了吃的喝的，就连厨房寝具通通有。厨房用的砧板、睡觉用的枕头和凉被，他也帮你想到了哟。这些从来没在超商看过，到底哪里有卖？原来强大的超商各分店揪住户团购，成立群组，直接在里头下单。海鲜煎饼、月饼、整箱牛肉，甚至是鱿鱼一夜干、杏鲍菇香肠，或者是海产鲑鱼下巴、苹果礼盒、喷雾枪，只要喊加一，人数够多都能开团。有蛮多的那种海鲜食品啊、饮料啊，然后饼干啊，就只要有活动，他们都会加一加一加一对。哦，今天看到有他们在卖香水。实际街坊还真的不少人都有加入住家附近的超商揪团群组，像是饮料泡面遇到超商做活动给折扣，买一送一更是整箱搬。而提供这种LINE群组销售管道，超商企业不止一间，雪花牛排、生乳卷、鸡蛋煎饼或保养品都能看到。超商实体店面空间有限，为何什么都能卖？询问企业产品的通路管道，包含三大类：本身超商促销商品、企业经营的电商，更或者是洽谈的合作厂商。DM 行路多少钱在这个上面？我还蛮多的，有时候会到上千呐、啊，就九九一次，对。买一次没有再买，就是看一看这样子。超商本身会针对附近客群需求，投其所好找需要的商品，住户一个拉一个成立群组揪团，也成了另类的市场新商机。三重图永全红树朱古福仙高雄报道。